啊，要拍什么？夜店，夜店怎么玩？去夜店打个秀卡。干，这个我一定剪幕后。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帅狗院慈立，与你同在。我们欢迎姚哥。Hey, 大家好，我是阿妹姚哥。不行，以后我什么话都不说，直接让你自己开口。哦，你说，然后说，哎、欸，大家好，我们是阿妹，然后大家会跟我有没有被我那个聚起来？这样聚起来，大家会一起阿妹。好，我们今天要来开一个我觉得真的很有时代感的东西，就很童年嘛，童年系列，童年系列，童年系列，来，姚哥拿一盒。我们今天要开的是。盗版的游戏网卡我们要因为你知道的是我们刚才去书局嘛书局、然后我们想说有没有卖那种正版卡包看一看没有卖正版卡包我怎么会有一个盗版的游戏王然后上面还写那种洋洋洒洒你知道吗什么欧西里斯天空龙怪兽决斗卡对正规来他有写正规的牌组哇对我就要看多正规然后我们当时想说假如啦，如果说拿他们这些盗版的一套，因为他说正规嘛，对对对，一套牌拿来直接用现在大师规则五玩，就是现在 Link 的那个规则来玩的话，看会怎么样？对，这很看这么打不打得起来？我看就是看它里面到底出了什么东西。所以这支影片会分两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些盗版的卡盒，然后再就是正版跟盗版的对决。然后我觉得最有趣就是盗版对决是我们按照卡片上面写的文字内容去执行。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有偷看到几张。它的效果跟原始的日文其实好像有点差，相差甚远。对，相差甚远，还蛮牛逼的。好，我们现在开吧 ，Go！ 你看它这盒有融合，有 logo 表示说它应该要有额外，你知道吗？它应该要有额外，懂哦？懂开辟，懂开辟，好强，好强。黑暗大法师、啊、不是你，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黑暗大法师他其实，在那个原始的游戏，他是五张要就是抽死，如果五张都送到上手的话，你就赢了。可是这种要怎么叫？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它三个 set 了，然后里面就空了，没什么东西，然后没有送礼是什么？然后最好笑是欧西里斯好像是描图，我来看一下，这个欧西里斯好像是描图的。对，很棒哦。然后这黑暗大法师是战士，我靠！我靠！巴斯达布雷达。我忘记看效果，黑暗大法师效果是什么？当此卡从牌组抽中时，因其攻击力、守备力无限，立即宣布此回合胜利。哇、哦，哎、欸，那放一张。哎呦，我抽到对你们嘞、欸！怎么办？这什么东西？逻辑，这什么东西？逻辑，抽到他就赢了。可以。啊，顺便跟大家讲怎么分辨那什么正盗版的游戏网卡好了。反正很简单的概念啦，写中文的八成都是盗版的，直接 out。然后再就是这个雷射标签，这雷射标签是很有判断依据的，看纸质跟颜色就会有很明显的差异。然后看右下角。闪那个雷射贴纸，哎，雷射贴纸，雷射贴纸是最好分辨它是正盗版的。然后日版的，如果是 OCG 的，就是日版环境的正版卡的话，它的贴纸会是红色，然后美银版的话会是那种黄金色。嗯，对，所以看这个是最方便。那有一些会做盗版卡，它会做那种雷射贴纸，可是做很废。它雷射贴纸是会有那个什么荷鲁斯之眼的，对，而且通常他切的都会是正方的，对，所以雷射切的很奇怪，他就好像是那种金钻，然后贴一个铂金，你知道吗？然后背面会有官方的 logo 啦，然后Konami，然后还有一些会有文字，这边也会有文字，像高桥和介名字，这是最简单分辨的方式。其实主要还是看你是去从什么管道拿到这些卡片，对对，然后那种异常便宜的就不要相信。哎、欸，我们第一碟还没结束，哎、欸、呦还蛮多的、欸，哇，哎、欸、很硬哎、欸。啊、不是，因为它好多张连在一起啦。神之炼金卡，我操，这什么巨神龙？哇啊！攻击防御问号。哇，写那么长时间在看我？我不想看了，好吗？我看一下，不要看，你叫不出，你叫不出来的啦。啊！奥利哈根之神，奥雷克拉克斯的神啊，海龙神族。哇！笑死，这什么鬼啊？是的，书籍。哎、欸，为什么这印的那么扁啊？这干什么、啊？它说明框超小。超，这是什么？这是旧版的那个排版吧。紫书啊，现衣哦，现衣。好呀，你看这个黑魔导女孩，这什么？入魔，罪的异神龙。哦，攻击力防御无限大哎、欸。是怎样？大家都要拼无限大？恶魔组、欸。他就是以前灌爆你啊。超强哎、欸！超厉害！哇，神之卡。不知道怎么叫，这是融合怪兽哎、欸。他融合怪兽，他不祭品，他不是一次召唤吗？我不知道，他写融合啊，你看融合，我一个没看懂。
哇、哦、哇，黏在一起。哦，奥雷卡克斯结界，它是圆桌效果吗？赢了就可以封锁对手的灵魂。哎、欸，磁卡波人被破坏，哎，也没有灵魂被封印的副作用，很强。What the hell？ 我那还不是这样打爆你？冥界的大什么大邪神石柏，那有没有佐克？没有。然后、啊、这个最后一点。对。嗯，这背面好油、哦，质感诡异，青眼白龙，而且还是当初那个邦代版的青眼白龙。对，这个图是什么地方的图啊？哇，好强，炸雷弹，好强，攻击方面无限大的天空龙。哇，无视规则，哇，规则无限，四颗星的诅咒之龙，哎，哇，通招点，通招点，点啊，宿舍天使黑利。我是不鼓励买这种东西啊，而且你看他还切歪，有没有？这个没切好，是真的啊。那其实我们是拍片来给大家测试，对对对，看看这些盗版卡到底可以变出什么花样，对，这变出什么新花样，就是还不是还是不鼓励大家去买这个。对，跟你讲，等一下，这张扩图哎、欸，What？ 攻击防御无限大哎、欸。好，你看，好啊，现在就大家都要打这个，对不对？好，你只要照得出来就赢了。反正啊，怎么会有这个？怎么有品牌？哇 ，DDD 系列！哦，干，我有点惊嘞，这是好之前是什么特别包里面的内容哎 ？What？ 这应该效果没乱写了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哇，异世界！哇 哇，有很多召唤点、通招点，哇哇，你等下可以玩一部，哇，强的，笑了，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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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光头封建，我们大家很熟悉哦。哇，河马群，这不是那有史的玩具？磁卡不能通过召唤啊，将我们场上的三神啊。对怪兽各一次解放他们特殊召唤，磁卡特殊召唤时，特殊召唤不会被无效，召唤成功获胜。哎、欸，完全跟正版的一样，没有乱写。其实他已经天花板了，也不知道写什么。我们再看最后一盒，我觉得他是放在那边太久了。对对对，应该是没人会买这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有我一个人牺牲就够，各位不要浪费你的钱。我知道看盗版牌，大家最想看到什么大鸡鸡佐克，可是这好像也没有。对不起哦，没有大鸡鸡佐克了。好，最后一点，这个真长得很畸形啊！这到底是什么鬼啊？你看一下，巨神连体婴哦，不是，这是自己创造的，是不是？自己创造的，自己捏的，干啥？可以变一下效果，我真的很好奇。来，你看一下，我看一下，从牌组握手牌送木，哇，我主神之卡打你啊！从牌组握手牌送木，磁卡召唤召唤磁卡时，磁卡以外的魔法陷阱怪效不能发动。哇、wow, 安全上场哎、欸！磁卡特召成功时，其攻击手背一上升，我方的对手手牌，然后对手手牌和场地的数量成2000。嗯，对手手牌和场地数量成2000，所以我有5张卡，你这次攻击就10000。哇干！下一回合我方可将我先把神之卡抽出来。没有，你看一下，下一回我方可将就是他。这三只就是它融合的素材三只，直接召唤回场。哇，神之卡！不是啊，这什么自己创造的牌啊？这到底什么东西？这个机芯耳我还不放满。它有个很大的逻辑漏洞，就这两张。它的召唤条件必须是达兹的仪式，我没有达兹的仪式，没有达兹。然后这张召唤条件是等级五以上的入魔怪兽，我没有入魔怪兽。那你就我哇。他就是要你去买更多盒啊！哎，傻傻。好，我们等一下进入决斗吧 ，Go Go Go！ 他说：“不，啊，我赢定了，来，先攻。我就看你能变出什么花样。盗版牌拼起手，干！枪入本身，好像要输了。怎么啦？你这手被换你、啊，你这手被换我，换我啊 ！OK， 换你，上牌。”准备，准备，思考一下，特招。好，请。有没有场上没有花样，或是有只有花样怪的时候，可以特招上场？好 ，OK，OK，、OK OK、好。通常有事吗？没事，没事，没事。好，快点丢他真子区，下舞台真子区。好，继续换舞台效果。好，找一张花样的卡上场。好，到这张。好，硬转决。好，反动的精灵剑士啊，死不了啦。你攻你防御多少？防御先二啊，攻击先九以上，它不会被破坏。耶、！我看一下，我思考。好，有没有充满这一集已经精神上获得胜利？对，我精神上获得胜利了，充满魂的卡。我靠！2000吗？想不到。他是说1900以上攻击不到，对不对？1000没有打不死，打得到是不会被战斗破坏。好，变身。Shokan，Rick Shokan， 嘿，妹妹。
对，好，上碟，好，上碟机神，效果选一，选那张场上的卡非自动的，选哪？阿南，啊，上墨了，盖盖，然后换你，出来，没有啊，覆盖一张卡，他有素材的时候，把一个素材可以全场带包一次，带包一次，啊全啊包含战斗破坏，对。包含就什么破坏都是狗牌啊！干狗牌哎！妈，注射天使莉莉有事吗？我站这边好，我思考。哎，注射天使莉莉，我思考一下。莉莉，值两千攻击上升两三千，攻击上是三千四，打针打起来，阿米。干，哈哈哈哈哈！靠我腰，谢谢。哭啊！没办法，是你逼我的，结束这回。出牌！哇塞，难受啊！好，效果好。他选择你后台一张卡，要么现在发，如果没有发的话，就结束就来送你。好，现在发河马嘉年华，我现在可以召唤三只紫苏。你现在有三只紫苏。对，哦，你完了，他下个月卡米要登场。他不能当祭品。哦，超烂，三个紫苏我。对，通道消分零一二。莉莉啊！跳妹妹，好，那物理效果，他除外自己，他也复活墓地一张天庭之名的怪，嗯，复活，放这边，他从除外区洗一张天庭怪回牌组，他可以盖一张那个天庭之名的后台，嗯，好，那我把这张洗回去，那我把这张，那上级效果一样，跟上回合一样，破坏一张送墓，请转决，好，这次打进去，哎。场地压掉，增加我们不能动墓地了。对，墓地不能去别的地方。抽牌，哇，这手牌我跟你讲没有事啊。哎呀，邪恶的龙使用黑暗的力量，攻击相当强大，四颗星的诅咒之龙。哦，没有问题，我要攻击笑分。好，没问题，那就换你了。好，这个扁二六，然后再扁十八，十换你。好，抽一。哎呀，我看一下，你是不是只一直，你知道让我盗版牌是不是一直空过？我用大师规则五的时候，来，李射手被换你，哎，换你，收牌，准备进组，金城杰，哦，扁他，你怎么用那只打？是啊，什么？我想说你会用这只打，哦，没有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手背多少，两千一，哦，还不就还好，哦。想搞啊！一八啊！我 JJ， 双牌强攻牌，强攻是强攻。干输了，没东西，没东西下。哇，不能通招啊！